个上面的。
个好像带什么咖啡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到。哦，有鞋吗？现在分你三辆还一种，很好啊。明年呢？明年十月就会帮你竞争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你要月底，你要月底跳，跳上去啊，上两天。好，真是我，上两天。哎，对，那个，我跟思雨啊，也在想说，他的朋友就是也在想说，要不要，因为你没有车嘛，啊。你跟我们就很好的，他说要不要改天我们可以开车，就是我跟某些人开一台，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有另外三个女生，三四个女生，然后加自己四个，然后加我们，五个啊，加你们两个就是那几个七八种，我们可以就是开两台车，然后去找去找一个住，哎呀，你们可以吗？
去地方去看。好。
温度正常。
是问我头。国小吃比较好，所以你们跟国小吃。